明哥，现在的心情如何？现在的心情看了前面这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表演，我觉得他们都好厉害哦，很厉害、哦，好像压力很大。你压力很大吗？哇，你不要客气了，我蛮看好你的。谢谢。带来什么歌曲？我接下来带来这个歌是《提灯笼的那一天》。谁的歌你知道吗？萧煌奇老师的歌，他的歌都很难唱哦。嗯、但是 Man 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，掌声欢迎 Man 哥的演唱。第一名得者，方佑馨。恭喜方佑馨得到了我们的冠军。毕业后，馨姐演出机会不断，不管任何活动，不管任何角落，只要有舞台，都听得见馨姐的歌声。只要有机会，馨姐都会用尽力气大声唱歌。之前重心是放在比赛，但是一比完之后，一个心理，然后没有一个目标，然后就会不放心。公司的活动也不是说每天都有啊，然后就会担心自己的生活。想一想后面，我还是觉得说过比较踏实一点，我还是有回去我之前驻唱的地方，感觉自己有事做，然后也有固定的薪水这样子，然后心里就比较不会这么没有安全感。回到现实面，我原本的工作是个驻唱的歌手，那生活还是要稳定，所以我还是不会放弃我原本的工作。那梦想呢，我也是会一直支撑下去，因为我对唱歌的热爱一直停滞。现在我要去参加星光传奇，那朋友都给我意见说，你又要比赛，你有把握吗？那我完全没有把你放在眼里。哎，不是，我是说给朋友，不是选手。不要再怕，我一定把我的油门完全吹到底，相信自己 ，Just go， 汗水不会白流。期待我们的星光传奇。做了个梦，梦见我和你再度重逢，你依偎在我的怀中，我抚摸你的秀发，我对你的爱总不变，你的温柔让我深深感动，但你的微笑我依然还记得，听你的声音中带着亲切，你最喜欢坐在我身边，静静听我为你唱情歌，但你也希望我能为你写一首歌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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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这一首歌是要送给你。我想世界过了永远不会再回头，你也不会因为我在等候，而我永远不是你喜欢的男朋友，而是我对你的爱越来越多，希望你下半辈子能够好好的过，找一个好男人能够让你寄托，原谅我不会说太多浪漫的话，我只能在远远的地方看你出
哎呦，好感动哦 ，Man 哥。你知道我看到什么细节吗？都不要讲他唱歌，他用力到他的我看到他背部那个外套线条在抖，你知道吗？这么 man 这么壮的一个人，可是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在唱的感觉。子宏老师，你已经很 man 了，所以不用再刻意的让自己更 man， 我觉得这样够了。就是后面压喉咙压了太多的时候，听起来就会觉得少了一点豪放。我觉得不见得是压喉咙才是豪放，你有时候把它放出来。但是我要称赞你，你那个尾音收的真的很好，真的。谢老师厉害，这么 man 的男生，到底他能不能回来呢？请评审按灯。张新杰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2分。谢老师。小胖老师，有些东西真的必须自然一点，而且你越自然，那个感动度会越大。恭喜你，谢老师。老师讲的专业的这个部分也要吸收。好 ，Man 哥，欢迎回来。谢谢。掌声欢迎张清杰，谢谢。